夏天吃冰天经地义，不过居然有冰让人连冷风阵阵的冬天也愿意冒冷前来，是什么冰会让人体温失调啊？创立于1926年的岐山吉亚冰城，老字号的冰品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回忆。无论是小时候当个乖宝宝被大人带来奖励一番，或是长大以后和好朋友一同来消消暑，都是来吃这里的冰。取自在地食材制作而成的冰品，口味足繁不及备载。传统的吉亚冰、古早味面茶冰、洋派点的雪糕、香蕉船到中西合璧的润饼冰都有。除了最出名的冰品之外，这里也有正餐餐点可以选择，离开之前还能再买几袋伴手礼回家呢。